第一场比赛我感觉发挥还比较正常吧，然后前两局还是比分还打得比较紧，我感觉也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吧，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能打成这样，我感觉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就整体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比赛馆相对其他还不一样，就显得有点像个剧场一样。这种感觉怎么感受的？也是第一次吧，这种环境比赛感觉多少有点奇怪的感觉。对，我不是感觉特刺激吗？倒没有吧，就是还是专心去打比赛吧，毕竟外围的东西就是尽量去少关注，让自己分心嘛。然后那个也是说同样的问题，你为什么是下半区？然后怎么弄？就是自己感觉压力大吗？中国队出去比赛肯定是压力大，但是，教练啊、领导都给我很大信心，让我一场一场去拼，也不要给我太大包袱，我感觉也是给自己的一种，释放的一个信号吧。嗯，怎么准备下一轮？下一轮对波尔，然后之前打德国冠赛的时候也是跟他打过一次，然后输了。如果明天跟他打的时候，还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开吧，然后尽全力去跟他打每一分球，不管结果输还是赢，不让自己后悔吧。